青春好样的，湖南卫视主持实战特训营，第一个月的考核已经全部结束了。我觉得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面，你们肯定学到和感受到了很多东西。接下来，这个信封里面是结合了我、祝梦观、梁田、沈梦辰、大张伟、丁文山老师给到的最终考核的排名。排在第一位的，也就是接下来可以在我们台各个重要的宣传口上看到自己形象的这个人，我们恭喜冉高明。哇哦，就是挺开心的，就觉得分一拿第一的次数还比较少。我就觉得既然我是倒数第一进到的这个学校，然后一路走到现在，我觉得我往哪儿走我都是进步，所以非常的开心。刚才差点没控制住，最后还是忍住了，可以的。然后下个礼拜是可以上墙了，反正我希望欢迎下一个上墙的人把我换掉。对，是的。哎呀，王冠。